家探过六十星村毛，佮佮变在五六十个哦，有120年的历史哦。探过呢六十星村有古宅的哦，佮为30000年只。另外呢，在三号星村有两排店的哦，有间真的唔稀罕的美食店哦，好巴闭哦，唔点张开门的哦。四桥翻马鼻一杯香浓的吉仔酸梅水，哇！一日一天天饮一杯，哇！老的挑心凉哦。招牌意面 ，Oh my god， 闻到啱啱叫凉哦！一票咧要意面的梅头哦，正，叫尊重。招牌滑蛋河，哇塞，河粉叫滑哦，梅头尊重。Good good， 又来只招牌福建面，哇老诶！有吉林哥出名的金莲太守面皮哦，满满的新鲜的猪油渣，香香哦！哇，真的好吃又香，有滴果仔的干脆面，火烧焦焦，好吃。哇，好似炭烧的，真系唔错啊！真系好似炭烧的，炭烧福建面啊，好似。好。吃好好吃，猪油渣。嗯，真的好好吃了，哇，真的好吃，真的，好好吃。两贴咧，黑黑嘅招牌喎，蒙古鸡排喎，好好吃的喎。卖相咧颜色又好靓喎，仲有好香嘅板蓝一味喎，一味透咧贴贴。睇下行过六十，经过六十，千祈唔好错过喎。